男人同样会长雀斑，其实男人长雀斑的也不少，有些甚至非常严重。我就曾经见到一个男性患者，他呢可以说是全脸的雀斑，但是他那个雀斑呢都非常清晰，我就给他建议进行激光治疗，就做了一次激光，达到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。他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就是他的整个面部，包括额头、两颊、鼻部、眼睑，整个都是大小不等的褐色的小斑点。非常非常多，但是呢，经过激光治疗效果非常好。雀斑激光治疗以后的防护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也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防晒，防止过多的紫外线照射，它就能减少它的复发，减少它再长雀斑。当然，我们也会强调，没有做过治疗的雀斑的患者，同样也注意防晒，不防晒的话，它原有的雀斑同样也会增多。